西镇蔬菜产销班第十六班对民国八十三年吉原埔产销班创立到现在，秉持着农业就是道德良知的事业，长期建立安全用药、责任生产的观念和技术，才能出给消费者安心的蔬菜。目前成员有38个人，面积已经有30公顷左右。一步一卡人用心的付出，也伫今年得到农委会全国十大绩优农业产销班的肯定。在菜园内面无闲采收，是西丽地区真普遍的农村风景。但是对着西丽镇蔬菜产销班第十六班来讲，算是一路以来的坚持。自民国八十三年吉原埔产销班创立到现在，将农业当作是责任来经营。在今年也得到农委会全国十大绩优农业产销班的肯定。咱这个产销班是第83年成立的，是吉原埔产销班。吉原埔就是在做减农药。因为咱过去来讲，农业吼农药问题，咱拢无在个人解决，所以爱有组织、有政府来引导，才开始做咧。啊，一路一直做来，到94年时，咱政府才开始推迄个产销履历，啊，开始试办，全省有选200班，啊，咱这班最幸运的嘛，被人选到。到95年底，咱都已经摕到产销履历的验证。现代人非常注重食安的问题，要当年建立安全用药、质量生产的观念，并且加强生产和管理的技术，才种出让消费者安心的蔬菜。产销班是下了真侪功夫，因的用心就是希望人人会当食了安心。农业这是道德良知事业，啊，咱用这句话来勉励鞭策咱的班员，甲咱所有的人。啊，这个过程当中，大家拢做甲足辛苦的，啊嘛，迄、那个。包括咱的用药记录，咱有独创迄个全台湾省客制化的迄个用药记录，让农民非常方便记录。啊，伫咧这个过程当中，咱嘛启动迄个化学检验快筛来辅导农民用药。这次农委会举办的全国农业十大绩优产销班的选拔，经过四个阶段，为全国6000多个产销班当中一步一步来评选，希望借此将成功的模范分享出去。因为你一定要数据才有法度改进，啊，到104年的时候，咱感觉讲生化检验快筛无够，所以咱才含辅科大结合用化学快筛，辅科大的农检中心来和咱配合做这个化学快筛，105年开始启动，啊，非常快速，早上送进来的那个样品，下午差5-6点就可以看到结果，啊，咱也当马上去纠正。目前西丽第十六班蔬菜产销班的成员有38人，面积已经有30公顷左右。产销班长丁坤兴也表示，未来会继续坚持，将产销班创立的理念和精神延续落去。记者蒲志基参报道。